super cheap。这是他们当地很有名的啤酒。这个是啤酒1.1 欧的苦。Yeah, it's very cool. Let's try it. Okay. Yeah. Good luck, yeah.现在去哪里？我们现在去里斯本的上城区，听说那边是夜生活最活跃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现在晚上了，去那边看一看。可是走到上城区，我觉得有点艰难，因为都是上坡。女生如果要穿高跟鞋，然后去夜店的话，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路真的太难走了。我现在穿球鞋，我都觉得好辛苦。后面这间餐厅应该是，这间餐厅应该是时尚玩家有来过的。这里真的很像那个，兰桂坊，有没有？ Yeah, 很像， exactly, 对不对 ？Exactly, but a bit more crazy. 对不对？比兰桂坊还要再高十倍的兰桂坊。Exactly, 10 times more. 更多的阶梯。Yeah.But there's some cool bars. Yeah. On the way, you could get drunk if you want to. 对，就像啊、香港的中环一样，就是沿路可以看到很多的酒吧跟餐厅。那这里真的很有异国的情调。慢慢散步其实是还不错的。那你比较喜欢 Porto 还是 Lisbon？ 我必须说，我现在目前比较喜欢 Lisbon， 我比较喜欢里斯本，因为我本身真的比较喜欢城市，就是看起来都很热闹的感觉。可是 Porto 有 Porto 的美。Porto 我觉得可以去短暂几天停留，你会觉得非常的美，然后很享受。可是，在那边久住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在里斯本，我觉得应该我是可以在那边常住。如果白天来的话，我们可以坐那个电车，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嗯、yeah. 啊，然后里斯本其实路边还是有蛮多乞讨人，而且。还有就是，有人会问你要不要买大麻或者是毒品之类的，所以就都不要管他们，你就继续走你的就对了。If you want to buy, then you can easily buy it. 对，如果你想要买，你可以很容易买到，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如果你想抽大麻，你去荷兰，因为是合法的。现在对那个观光客我是不知道啦，可是之前我们去咖啡馆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在路边，你也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是什么。我觉得你随便在路边买药，我觉得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然后警察在里面跳舞，哎，他们的警察好像看起来比德国人轻松。Beer, Lada, one beer, €1.10. Hello.这里真的是夜生活的区域，我们刚刚看到一杯啤酒只要1.1 欧，真的非常的便宜。Hello, my friend. Okay, this is better than Porto. 我明天还会再去体验更多，因为我这只是我第一个晚上，所以我还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到底这里有多好玩。可能明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我的经验。Thank you. This is my home. Hello. Super cheap, like one big beer, €1.10. 500ml 的 beer 只要1.1 欧。Medium strawberry mojito and one large beer.真的是1.1 欧，然后我这个是3.5 欧吗？对，看起来好漂亮哦！啊 ，Cheers！ 你的生日快乐！哇、oh, wow. ，It's much better than 兰桂坊。哦，对比兰桂坊还要再热闹一点，因为这里他们在外面排队，所以兰桂坊没有这样。这里比兰桂坊还要再大一点，然后热闹一点。因为你住在香港半年。
对，我觉得我也喜欢蓝块坊，可是我觉得这里比较热闹。蓝块坊没有在路上没有那么热闹，然后没有那么便宜。这个啤酒1.1欧，只是14台币，然后这是大的0.5 liter。500梦，然后1.1欧，然后在蓝块坊可能我要付5倍，这个很便宜，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气氛很棒。这个地方有 live music， 老婆应该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里比蓝块坊好多一点，好多。大部分的人在蓝块坊是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当然他们也有香港人，可是我觉得这里感觉比较是真的是 local， 对不对？他们都是大家都是那个葡萄有绿茶的人，葡萄牙的当地人，在德国这个呀。Yeah?500蒙就是5欧，最便宜的。对啊。然后这里1.1欧，14块台币。对台湾来说也便宜。2欧吗？那我要买吗 ？Only 2 euro? Yes. Okay. 2欧。Okay.You're really a good salesman. Oh,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have to be as persistent as this guy if you want to win. 他真的非常的锲而不舍。这个戒指1个2欧，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看到这个人可以跟他买，他很亲切。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所以你现在也比较喜欢那什么吗？Be Porto. Yeah. This is like a real city. Yeah. Like this is like London, Berlin, Düsseldorf, 这样 Yeah. Right? You know? Like a real city. Cologne, 这样的。大城市。这里很好玩的。Wow. Lisbon really is a really cool city. Yeah. Right? It's so beautiful.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 London 还是纽约也很酷，但是太贵。然后没有那么好玩。Right? I mean, we 住在 London 半年， uh-huh. 可是没有这样的好玩，对不对？他们有 club 呀，酷，可是没有在路上跳的人。因为我觉得在 London 什么都很贵，你要想钱。Exactly. I mean, exactly. London 是一个很酷的城市，可是没有那么酷。这个真的是酷，这个是啤酒1.1欧的酷。This is much better. I like this so much more than London. You? 我还是爱伦敦。Yeah, it's cool. 可是伦敦的冬天太冷。Yeah, but I really like this much more. Hey, the price is so good. 3 shots, 3 euros. 然后我想到我们在伦敦，我们去夜店的时候，他们很早关门，好像1点还是2点就关门。这边的整个的气氛真的比较热闹。然后。路上的人感觉也比较轻松，没有那么拘谨的感觉。计程车又来了。哦，我觉得这个越喝越好喝哎，这杯才3.5欧。你可能有的时候去东南亚，你买这个调酒一杯都不止3.5欧了。在葡萄牙，你可以以这种价钱买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这里是欧洲。12点了，还有人在送披萨。德国人，好像他们已经喝醉了。如果大家有来上城区的话，推荐可以来这边试试看他们的夜生活，来尝试看他们当地的啤酒，然后喝一杯鸡尾酒都好，费用真的非常的便宜。Hi. What is this? Yeah, I have a YouTube channel. Okay. Yeah.Good luck,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eah. 好，我们现在在路上拍 video。
就是都会有人来问我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我觉得喜欢旅行的人很容易会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做朋友，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害羞，就是去跟陌生人讲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我现在也渐渐就是喜欢也习惯去跟不同的国家的人说话，或者是跟他们交流。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去旅行的话，不要害怕跟陌生人讲话。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可以让你非常，我觉得比香港的中环还要漂亮100倍。Hey, how you do? Hola, mama. How you do? Hey, there's lots of stuff going on here, right? Yeah. Look here, billiard. Yeah. Hello, mom. Yeah. Hello, you do? Peace and love.Spanish is also really cool. Spanish, I like it. 真的很热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这里的人这么热情。Yeah, this is crazy. 可是刚刚他们其实是西班牙人。Yeah, Spain, Portugal, all is awesome, I'm sure. 那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不是葡萄牙人。真的都比较热情。我们现在找一下看我们的路回饭店。Hello, thank you. 你看，你还可以喝 Joy。回家了，这里真的很像家。因为我今天太早起了，我真的太累，我没办法待太久。不然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在那边玩更久一点。我喜欢葡萄牙的上城区，好玩。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了。我希望等一下可以泡完一个舒服的澡，就上床睡觉。拜拜，大家晚安。Cheers。